我撒娇就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多陪我。燕瑶来了，你昨天不是不来吗？因为我害怕你哭大啊，陪陪你啊。自己去玩吧。好。舅舅，你真的是一个大懒猪，每天都是睡觉。你还是说我？昨天为啥不过来？为啥不过来？小丽也吃猪，舅舅这干的没东西了就不来，为啥不来呢？因为走不动了。让我背影子抱你走了吗？你说我的带一个啤酒酒啊？因为你这里太无聊了。第一，这里没有零食；第二，这里没有玩具；第三，这里电视不能看。你妈叫你搞这样子的？啊，还你这边酒酒跟酒酒上了吗？你一天到晚说话，我不称赞。再一个，以后说话说四川话，慢慢子说。把字要清楚点，听到没？听到没有？没听到。听到没有？哎，听到。跪着上楼，哎呀，那你就。舅舅，我饿了，给我做饭。为什么要给你做饭？因为你是舅舅啊。那你去把菜给我洗好。妈妈说天气热了不能玩水。那等下你来炒菜。爸爸说不能玩火，玩了火要来尿。那你就不要吃了，你宝宝在屋里天天玩火，他天天来尿。舅舅，你不能这样子说，如果在我爸知道了，直接一巴掌把我们两个扇到外太空去了。明天小朋友一定要懂事，要勤劳，要学会做饭，晓得不？舅舅今天这么难得的把这个机会留给你，让你表现一下，你要能够知足，晓得不？赶紧去弄饭，弄得好不好吃，舅舅都不得挑你，晓得不？舅舅来说了要尊老爱幼，我这么小，你就应该要给我做饭吃啊，这样子你老了，我才会做饭给你吃啊。走噻。我买车，明天后天我老了，大人做工的，你喊我出去。什么洗呀？水多放点，这样子揉揉起来搓搓搓。对，多放点水。跟舅舅老板耍的过去。我不想露。你弄到娃娃了，太水了，你还不想弄？不会的可以，不会可以教你，不想弄，快点去。叫他。我进去，快点。你几岁的人了啊？半岁了还叫不听话？你看哈子你啥子样子？啊？经常口气淡淡的，说点话就笑。哎，强哥，没长来请你了不？你说话的人不人？正常一点，嗯，强。你这些作业咋子？哎。大家都说我说话拖拖拉拉的。你自己改噻，我习惯又不好，弄到人了，半大半岁了，还这样子，而且你经常喜欢撒娇。男娃撒娇咋子样？刘哥，好的，我是你妈，哎，跟你说的啥子叫你听就会了，听没？一个人就可以带你哭啥子？听没有？你要坚强一点，你是半岁的男孩子了，以后说话不能那样子，要么湿气的，听没？要阳光一点噻，还有不能再撒娇啊，动不动就是撒娇，妈妈、外婆。别人跟你说的啥子，说着说着你就来就，听没？我撒娇就是为了让爸爸妈妈多陪我，爸爸妈妈他们很少时间陪着我，他们都陪着两个妹妹。你不是外婆得陪你的吗？舅舅得陪你的吗？你妈妈爸爸经常一起你上去了吗？
晓得不？男孩子嘛，要独立一点，有没有？要敢听真，走点老话的，不管你外婆的还是妈妈的，都独立一点。说话的时候就好好说话，不能那样子娘娘的，有没有？嗯。我都很乖的，每天我都会对爸爸妈妈说我爱你。以后别人说的你都不能哭，听到没有？嗯。跟你说啥子，你听到，然后你在跟别人说话的时候，也要好好的一字一句的把它讲清楚，可不可以？嗯。说话。可以。大声点。可以。好，对，再弄。哎，你要是你弄过这。昨天梅西入门你就跑了噻，赶紧去，那裤头继续穿，哎，听话的，要吃啥子还是你弄，你要是不听话，你就走去对面洗碗，跟我一样的，小妹。舅舅，我要上学了，等一下我就回去了。你还有好几天开学，每天在这边陪着舅舅，把你坏习惯改一改，听没？然后帮着我干活喽。那每天你都给我做好吃的吗？对，快点吃饭。